身为殿上者的我，我第一次哭惨，因为我有感触。康仁演技好，请问康仁学手语学了多久？辛苦你了。手语这个事情，我们排了5天，他才一直过了一次。哇！我是用力了一点，或者这个眼哑巴症。我们是有破绽，台湾就有这样的演员。哇！旁白哥报报，吴康仁被听障观众告白逼到泪崩，金马效应发威，复读票房冠军。来，张峰，来往台前左边，好，很好。那个，这是红牌。真的是 Oh my God， 大家都替你开心呐、啊！吴康仁因《复读青年》第一次入围金马奖，就登上影帝宝座。希望大家进戏院支持，给更夸奖，我给金马奖。有偶12月1号刚上映，成绩出炉啦！哎，冲去看他封地的监狱那场戏的人多吗？多，全台单日票房近300万，几下拿破仑夺冠啦！他逼观众哭的力量，没想到也反弹给自己哟。救命！我好，欢迎各位。身为天上者的我，我第一次哭惨，因为我有感触。康仁演技好，请问康仁学手语学了多久？辛苦你了。我当演员那么多年，我觉得演戏是不能演的，是没得演的。我就发现康仁他是一个很真的人。这戏会动人，不止吴康仁真，还因为他很认真，化身成聋哑的遗孤。你知道康仁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，手语这个事情，我们拍了5天，他是 NG 过一次。哇！他每一个 take 都是精准到他自己 NG 过一次，而是他自己喊停，他自己喊停，要他逼出来。那监狱那场一次 OK 吗？两个拍2天。两个，他不是有很厉害的那个监狱的戏吗？那个戏非常不容易，他还要熟悉那个手语，然后还要忘记，他其实最难的就是他要忘记他的手语，然后让观众觉得他就是那个人。这个东西要做非常好，就是那种角色会上升那种演员非常难得。哎，影帝的好也经2度奥斯卡最佳导演认证了。演员啊，每一秒钟都是新的生命，你要破坏这个新的生命，你是在做这个事情，我是用力了一点，或这个演哑巴真好。你还是有破绽的，台湾就有这样的演员。有录下来对吧？三立娱乐新闻真的很真啊！报道。